前段时间刷 B 站刷到这个视频，就点进去，哇，给我美呆了！当时立刻马上就想出一个昭和味的妆。是的，那今天的视频主题就是昭和美人图鉴，会以中森明菜为灵感，画一个很有那味的妆。什么什么？中森明菜，中森明菜。这是片头。哎呀，卡住了。提起日本的八十年代，脑子里第一时间浮现整个东南亚时代狂潮的昭和偶像、昭和美女。提起这个词，脑子里第一时间浮现的名字是什么？山口百惠、松田圣子、中森明菜、工藤静香。再来用一下这个彩棠的粉底。前天吧，我出门只涂了防晒，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脸这一块过敏了，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吧。这种时候就会觉得啊，这种养肤粉底真的挺香的，红色系的，遮瑕来遮一下深色的痘印，不需要再去额外的调色，就还挺方便的。用那种需要调色的遮瑕，一次调出来颜色都会有那么一小丝丝的啊，微妙的不同。我要再说一遍，还有人没有买这种刷子的吗？在我妈妈上买的，只要3-4块钱，很便宜。以后我脸上其实还是痘印比较多，凸起来的痘痘就也还好。非常感谢各位野生观众朋友们的关心啊，我脸上痘，看过医生，有在吃药，有在治疗，谢谢关心。鼻翼的泛红也戳一戳遮掉，挤一泵粉底，取一点在这边脸上。大面积的就把它摊开。之前猫系和犬系妆那个视频，因为我怕节奏太长，就把底妆部分跳过了。就有人说想看我的底妆遮瑕教程什么，就这个样子嘛，很简单。这样瑕疵基本上就都遮住了。重点是你那个遮瑕的颜色不能太跳脱。你的遮瑕很黄，粉底很白，然后粉底又盖不住遮瑕的话，那个对，那还不如不遮。说实话，还不如不遮。你为什么相机里看起来这么严重？就是我肉眼看痘印，这边痘印并没有这么可怕，我肉眼看真的就还好。按以上步骤操作一番，只要用的产品是好的，然后手法不是太差，基本都可以把底妆搞成这种无瑕时光机的感觉。这么多没用完，擦掉吧。粉底一下妆，因为我现在翻他的就是照片视频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哑光的底妆，光泽一点都没有，就是非常哑，非常的哑。来涂一下修容，这个修容颜色选浅一些的，然后整个外轮廓都涂到。昭和时期的妆容其实和我之前出过的就是我们八十年代港风妆容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的。屌，我又忘了把发际线粉带过来了。眉毛下面整个完全扫到阴影，会抠眼珠的可以抠到眼窝，到眼窝外面一点点这个范围就可以，不要继续往外了啊。然后连到眉毛这个地方，眉毛下面这个三角区这里阴影重一点，显得眉眼更加深邃一些，到下面自然带过就行。啊，中森明菜的鼻子好精致啊，鼻头画的尖尖啊，尽量精致一点。这个不过说到中森明菜，啊，他的情史，渣男好过分，为什么这么好看的美女没有被珍惜？我现在在化妆，然后我的手机就在放着他哭泣的这张动图，真的是我看的啊。眉毛是这个比较平，整体有一点往下走的这个趋向。脸上的妆呢，色彩都是比较淡，然后再加上他的眉眼，再配合上他的长相，就给人一种非常干净的感觉。用一个日系产品来画一下这种感觉的眉毛，中间这个颜色哦，眉头可以画的高一点，就整体是这样的。眉峰是比较靠近眼尾的，注意画眉毛的时候，不要以你本身的眼睛沿上去画这个眉尾，而是要以就是你画完妆那个眼睛的大小沿上去。眼睛差不多到这里吧，要以这里沿上去，这里开始眉尾，暂时画这么长，沿到这个鼻子的阴影上。那需要拿出一支液体眉笔来画毛流，再加一点。其实中森明菜他的眉毛是要更短一些的，但是我嘛，我脸大，我故意要画长。这个眉毛我觉得相似度80%是有了吧。我终于想起一个词可以形容中森明菜的长相，清冷，就是非常清冷的感觉。给嘴巴涂个润唇膏，把这个眉头的颜色刷浅一点，蘸中间这个颜色开始给眼皮加深，因为全程的妆基本上用眉粉色、大地色就可以完成。再来加深一下整个眼眶，让这个眉眼更加的深邃，会更有那味儿。港风妆容也是这样的，就眉毛下面整个全是阴影，比如这里是你眼眶的这个骨头，稍微往外一点就是它的这个阴影的范围，再往外就不得行了。就是可以看到中森明菜他的妆容，眉毛到山根这一部分它的阴影是比较重一点的。现在我们再加深一下这一块，它笑起来卧蚕还是蛮明显的，要画一个这种弧形的卧蚕，前面窄后面宽这个样子。本期视频 Kate 又成最大赢家，然后拿一个带遮瑕力的粉笔提亮一下卧蚕，让它该嘟的地方嘟起来，就是用这个眉粉的颜色来画一下下眼影，所以这个色彩一定不能太明显。夹是小奥汀的，它这个弧度就是还是蛮平的，根本不会夹到肉。再拿出一支眼线胶笔啊，感天动地，终于是正的了。它的眼型这叫啥，就是有一点点杏仁的感觉，是这么叫吗？我们用小刷子把它晕染的浅一些。它眼线的尾，看这张照片，它眼线的尾端和眼头基本上是在同一直线上的。笑起来之后眼型，眼下散下去的阴影是这个样子的。拿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来搞，需要留白啊，这个三角区完全填上。这一步掌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变成那种精神小妹儿。眼型整个走向是这个样子的，瞳孔上方这里稍微的为了画粗一点，画一个这个样子的阴影，再用这个小刷子蘸取眉粉，稍微开一小丢丢的眼角，就一小丢丢，能看到吗？这个区别。现在可以用这个液体眉笔画几根下睫毛试试啊，我试试，我不确定。但它照片本身是没有的，但是这样会让眼妆的层次丰富一点。但在照片里看不到它的睫毛有什么存在感，但是我们还是要走一下程序的。实话，我这个睫毛打底估计都过期好几个月了，我还在用。
的照片其实是看不到有腮红的色彩存在的。我们为了上镜这个效果，可以浅浅的来一点，轻轻的用轻拍的方式来一点，轻拍轻拍，不能太重哦，太重就容易那个味儿就不对了。就很明显，现在脸上特别是鼻子，它稍微有点出油，需要盖一盖。画唇，把唇膏给擦掉。口红用一下我新买的这个兰蔻888，哇，这个拔出来巨爽。厚涂是一个这样的颜色，但是如果薄涂的话，就还蛮温柔的感觉。中森明菜它的上嘴唇要厚一些，然后唇峰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勾勒出形状。后开始拿小刷子晕染，下嘴唇用这个剩余的颜色来带一下，遮瑕刷来修一下边缘。非常灵魂，千万不能忘的一点就是，哇，倒了！哦天哪，杀了我！头发夹得非常蓬松，因为看一下那个时候的美人，不管是昭和时期的日本，还是80年代的中国啊，港风美女什么的，没有一个秃子，几乎都是人人头发就超级茂密、超级厚。这个液体眉笔画一下头发，她头发好茂盛。